笑笑，我刚看到林雨跟别人去酒店开房了。什么？在哪里啊？在帝豪酒店。我叫艾小小，今年17岁，目前正处于待业状态。至于林雨，则是我刚刚交往不到一个星期的初恋男友。我真的不敢相信，才一转眼的功夫，林雨就做出了背叛我的事情。或许这只是个误会吧。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这个声音是林雨的。他真的出轨了。不可饶恕，简直不可饶恕。林雨，你这个混蛋。小小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是谁？什么他是谁？我在问你那个小三是谁。这你不说是吧？好，我自己看。嗨。哇，好妖孽的帅哥啊。不对，我明明是来抓奸的，怎么突然欣赏起帅哥了？可是小三怎么会是个男的？看来是我错怪凌雨了。爸，小小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瞒你了。其实我是同性恋。同性恋？小小，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吧。我的初恋男友竟然是个同性恋，这么狗血的剧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？哎呀呀，还真是可怜呢。你混蛋，虽然这个男人长得真的很帅，可是却也无法掩盖他是个恶毒小三的事实。你这个抢了别人男朋友的狐狸精，把我的男朋友还给我。哼，好啊。他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？电视剧里面的小三不都是一副牛逼哄哄又耀武扬威的样子吗？最主要的是，你怎么把我的男朋友还给我呀？他可是个同性恋。